皇帝宣太的时候，内心的真实感受有点难受，有点哎呦，真实感受真的是我觉得还是很健壮的。每次腰露的时候吧，都是我好久没锻炼的时候。那两天去柔术馆打了一会儿之后，照照镜子发现，哎，还不错。你先露一下腹肌，悄咪咪的给你看一眼。超甜！近日，黄景与李沁一同现身采访，没想到被问到，当粉丝看到自己的真实身材，心里竟然觉得有些难受。尽管李沁在旁一顿猛夸，但黄景于内心始终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想哭。不仅吐槽编剧拍洗澡的戏不能不脱衣，而且每次拍裸戏的时候自己都没有健身，为了表示自己最近健身，还将照片拿出来，只不过只给李沁一个人看。这有什么是我们付费观众看不得的吗？